在此呢，恭喜陈美芬副校长升级为校长。那么在这两年来的相处，可以看到陈美芬副校长呢是一位非常尽责的一位副校长。在去年的 UPSR 的考试，那么在他带领下，我们航班二校的成绩整体上都有所提升。那么我希望呢，在陈美芬副校长会继续他的努力，把他的这个努力工作、严肃工作的精神啊，带到新的学校，让新的学校也有新的气氛，成绩也得以提升。再次的恭喜啊，陈美芬校长，恭喜你！恭喜陈校长！陈校长，恭喜你！再见！陈副校长，谢谢你！陈副校长，感谢你！我爱你！强调面对未来的分离，请你牢记这段记忆。恭喜呢，陈林老师哦，升级为副校长。那么陈林老师，我记得当初来到昂邦二校，整个图书馆的策划都是由他来进行，所以现在的图书馆的整个可以说是陈林老师策划和老师们的功劳。我再次的恭喜陈林老师升级，恭喜你！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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